主播讲客家，今日我想讲的几条，同他人讲一下想讲的客家人。啊，恁都记得客家人系中国历史上人口前三权力者，都话有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客家人。其实我想讲客家人有200多万，唔单止有阿等人广东籍嘅，还有来自江西同福建嘅，当然还有想讲新界的客家人。学新界有唔少历史悠久、规模比较大、大保存比较完好的客家村落，像荔枝窝、林村上等等，都有客家人栖息的传统村落。像好林村上，基本每个村落都有宗祠，研究的客家人慎重追认敬重木子的文化观念。我的村落不但传承了中原文化，还记载客家人南下打拼，为香港建设非常宽水的艰辛岁月。爱国、爱港、爱乡，呢落系香港客家人的优良传统。像两代太王曾祥子、化工太王田家炳、国父太王李国春等等客家人，亦等人记录香港书写了一只只双叶传奇，又乐意回报社会同国家，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，贡献出利国利民的客家力量。当然还有陈孝春、万梓良、杨思琪、张国荣、赖明、钟坤良等等客家名声艺人。无论好爱的我们都会发扬客家先民勤劳勇敢、爱国爱乡的精神，为社会发展贡献我们年轻的客家力量。